搞艺术家的东西和我们的艺术有相似的，能发挥什么样？我们生产的批量生产，他们都是个性化的东西。当时现在我们个性化的东西自己来的时候，要在那个楼层上做，这个楼层不能做。这时候生产规模很大的，要把它一天的生产量要缩短，这个就是个性化的，我们要发展，我们东西要发展。我们在美国这边做这个，做的特别好，因为我们主要的工作是来我们这儿来做，因为我知道你们公司有个一个